拍片，而家拍緊片啦。咧拍未啊？拍緊啦，而家拍緊。妖咪你反光啊，大哥，你睇到嘅。上啲先。哇，好大風嚇！浮下浮下，試下轉彎先。哇，大風大風！一大風我好怕嘅。點解啊？會咩噶？我唔知啊。可能去反機啊嘛！你哋睇攝影師去教講啦，曬俾你聽，你唔使怕嘅。喂，而家係指引邊個方向先？知唔知啊？嗯？邊個方向啫？喂，而家左定右啫？而家過咗對面海噶啦。我知喺邊邊啊？左邊、右邊啊？你知唔知啊？左邊、右邊，右邊啊！我睇下幾似歐洲 feel。哇，佢又輪嘅喂，又輪幾大嘅。嗱，再啲人去玩。上下去先，升下先。你知唔知我踩單車嗰度而家新起一間俾啲人坐遊輪去玩啊？$3一個人咋？係。係啊，去到啊，依個自由神又有啊，姊妹樓又度度有啊。哦。$3一個人咋？你推埋單車都係$1嘅。係。哎呀，推埋單車俾蚊。哇，好爽。咩女啊？咩鬼嘢？唔好望上天，望我呢度等。等啲人以為我哋喺度玩揾遊戲機，喺度玩遊戲機。因為佢哋邊度？如果你望上天，佢實以為做乜鬼？有咩睇？嗱，而家翻緊嚟啦，翻緊嚟啊！係啊，有方向啊，有方向啊，係啊。哇！喺下邊啲船啊，啲艇仔啊，係啊。你知啊？喂，飛機大啊嗰度係。嗰度冇嘢睇喎，好似冇嘢睇，你傻噶？呢個游水啲人妖唔知幾多嘢睇，冇嘢睇。唔好望呢。是這樣，是的，飛回方向大海那裡看看那些女兒。哇，如果我拍那些看女兒，看在那些旁邊那裡，那些窗那裡看到東西，因為當然看到東西，窗子又有些酒店，那些 motel 那些看到東西。後面班友走了沒有？沒有，他剛拍車，但拍低車可能，是的，那可以出去了。呢個景冇咁靚添。